让你的双手置于我们的胸口两侧，然后让你的膝盖着地，手肘靠近身体，想象你身体非常的强壮。好，数到三之后，我们试着把你的身体慢慢推离开地面。三、二、一。OK， 在这个位置稍微做停留，保持你的身体的排列。好，慢慢再回到我们的地面。再吐气往上，再慢慢的回来。好，大家在注意，在动作的过程当中，尽可能保持你的躯干是稳定的，所以不会你上来的时候呢，是你的上半身先上来，臀部留在地上。